今天，小树蛙跟狐狸猫相约去公园玩。一到了公园，小树蛙便迫不及待地跳上荡秋千，玩起了最爱的荡秋千。不一会儿就荡得很高。一旁看着的狐狸猫提醒小树蛙说：小心一点啊，你荡得这么高很危险。等等荡下来的速度可是很快的哦。小树蛙接着说：快才好玩啊，不用担心我啦。话才刚说完，悲剧就发生了。小树蛙一个没有坐好，便蹦的一声摔在了地上。狐狸猫赶紧向前关心。小树蛙摇摇头说：没事没事，刚刚我只是在想事情，一不注意分心了。到底是想什么事这么重要呢？狐狸猫好奇地问。小树蛙说：就我突然想到，狐狸猫，你上次跟我介绍了动能的概念，运动越快的物体拥有越多的动能。我感觉秋千在最高点速率最慢，而在最低点的时候速率最快，所以在向下的过程中，我的动能是不是变多了？为什么呢？狐狸猫点点头回答：小树蛙，你仔细想想，当秋千向下运动的过程中，是受到什么作用力的影响？小树蛙灵光一现，啊，对了，还有重力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力。没错，狐狸猫回答。小树蛙，你还记得弓吧？当我们在平面上施力于物体，施力过程使物体水平速率越来越快，此过程中其实就是在对这个物体做功。要让物体速率加快需要能量，所以对物体施力做功，使物体动能增加。回想起做功的概念后，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玩荡秋千时下降的过程发生了什么事情。重力的方向在整个荡秋千的过程中都是向下，下降过程中秋千高度降低，使得垂直位移也向下，此时位移和重力相同方向，所以重力做正功，动能增加，造成最低点时速率最快。而上升的过程中秋千高度上升，所以垂直位移是向上，重力的方向跟物体位移的方向相反，此时重力做负功，使动能减少，速率越来越慢。在最高点时瞬时速率为零，动能亦为零。接着狐狸猫问道：小树蛙，那你还记得重力未能吧？小树蛙想了想说：记得，物体在越高的位置具有越多的重力未能，越低的位置拥有较低的重力未能。小树蛙想了想之后惊呼一声：哦，我知道了，是从重力未能变来的，对吗？狐狸猫满意地点点头：没错，这些动能就是由重力未能所转换来的。你可以把能量转换想象成是金钱交易，能量就相当于是金钱。例如重力未能以及动能的转换过程就像是两个不同的人之间的金钱流动，做功就是能量间的转换过程。现在我们可以来了解整个荡秋千的过程能量是怎么转换的了。在下降的过程中，可以想象能量会从重力未能传递给动能，而在上升的过程中，能量则是从物体动能传递给重力未能的。此外，在一些特殊的状况下，例如在仅受到重力的状况下荡秋千，忽略其他外力，整个荡秋千的过程重力未能跟动能不断地传递互换，此时物体的动能加上重力未能的总和是固定的，物理学家将此称之为力学能守恒。小树蛙好奇地问：那不遵守力学能守恒的状况会如何呢？好问题哦。狐狸猫称赞完小树蛙后说：其实除了动能以及未能之外，还有很多不同形式的能量，像是刚刚提到的热能啊，还有电能、化学能、光能、核能等等的能量。这些不同形式的能量其实都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哦。狐狸猫接着说：
以水力发电厂为例子，水力发电厂就是利用让高处的水往下冲，高处水的位能转换为动能，带着动能的水推动发电机运转，可将动能转换成电能，借由电塔传输到我们家中，供我们做很多不同形式的使用。但是所有的能量都遵循着能量守恒定律，换句话说，能量的总和始终保持不变，能量不会凭空出现，也不会凭空消失。如果我们将所有转换后的能量都收集起来，不遗漏任何能量，能量的总和跟转换前是相同的。小树蛙点点头说，太好了，我懂了。那为了荡得更高，我不能让摩擦力把我的能量偷走，转换成热能。小树蛙又跳上了荡秋千，开始荡了起来，然后开始喃喃自语，我需要动能，更多更多的动能，帮荡秋千上一点润滑油，减少摩擦力，就有更多能量可以变成动能啊！哈哈，更多能量啊！哈哈哈哈。狐狸猫摇摇头，我看小树蛙是中二病末期了，没救了。最后我们来整理一下今天的重点，不同能量形式之间可以借由做功来进行转换。今天也认识了力学能，它代表动能与位能的加总，也知道当物体所在的系统中单纯只受到重力或是弹力做功，而其他外力做功为零时，动能与位能的总和是不变的。最后，当有其他外力做功不为零时，力学能守恒就不会成立，但是所有能量的总和是不会改变的，我们称之为能量守恒定律。